嗯，去吧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谢谢宝贝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啊？嗯，他做了一早上，纯手工的，人家还是。哎，在哪学的这个？我在抖音上学的。这写的什么？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呀、啊！谢谢宝贝，哎呦，这一句话，妈妈的心都化了啊！你也长大了嘛，平时多帮妈妈干点家务啊，不要光做表面功夫，好不好？多干点活比送啥都强，你说。今天母亲节，你不给妈表示表示吗？表示。一年就这么一次，向自己的妈妈表达爱的日子，你可不要错过了啊！再加上你们前几天电话不是吵架吗？哎，冷战了多少天也不打电话联系，正好趁着今天就是母亲节嘛，表示表示呗。咋那么多节法、啊、这节就是那节的天。你是做儿子的啊、哦，你要给妈妈表示一下你的爱，同时呢，也让米果看看，对小的也是有影响的。咋表示表示？买个衣服去，买个夏天的衣服去。可以呀、啊。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妈还说呢，她也想买点夏天的衣服，没时间出来，我还一直想惦记这个事儿呢。行吧，那就买个衣服去。可以，走，快走，这边磨叽了。啊、嗯，前段时间呢，孩子爸跟我婆婆两个人争起来了，在电话里面。其实事儿不大，就那么点事儿，主要是他们的意见有分歧，这几天都没打电话，冷战了好几天。我说今天刚好是母亲节嘛，哈。嗯，做儿子的是不是？你要有所表示，一年就这么一次的节日，要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嘛，是吧？走吧，我们。那个花的有点小了吧？你问问有没有大号的。不小、啊、这个。哎、啊，可以可以，这个。好看好看。不小、啊。我们俩刚才给我婆婆去买了几件衣服，我给我婆婆买了一个包，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。你看这人还在吃馕呢。刚打出来的，好吃。刚出坑的皮鸭子馕，特别好吃。我就喜欢吃皮鸭子馕。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妈呢？今天不是母亲节吗？哦，对。啊，我们今天回来看看妈。哎，那太好了。母亲节快乐！哇，快乐，这更快乐。今天不是母亲节吗？啊。我们来看妈咪来了。这都搞完了，这个啊！你看天窗都弄完了。这外面刷的是啥？刷的腻子。腻子啊，就是腻子。里面是泡沫板。啊，里头是泡沫板。瞬间就搞完了。就这个东西、啊。嗯，这样子的厚度，这样厚度八公分嘛，这样子的厚度嘛。哦，这边也贴了。他说保险都窄的很的。给你买了三件衣服，你试试。哦，好。今天母亲节嘛啊。啊。这是我给你买的包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我买个包啊！这是我送你的，衣服是梁送的。哎呦呦，好媳妇儿哎，喜不喜欢？哎，喜欢喜欢。哎，这个好看。啊，这个好看，还真是你喜欢这个、哦、啊！这个好看，这是梁子挑的。哎，好看好看好看，我先试这个。好。哎，你还真让梁子说对了，我妈就喜欢这样花着说的。好看吧？哎，还可以啊，有点瘦哈，把肚子露出来的。好的呢，我照个镜头，我自己看看。嗯，你自己看看。哎，好嘞，亮堂的啊。嗯，好。啊，这黑的你看，这黑的可以配牛哦，你没有牛仔裤啊，配这个蓝的也可以。有呢、嗯，配牛仔裤好看。你、嗯、这个还漂亮。这好看啊。嗯，这好看。下面配一个蓝色牛仔裤就可以。哎，这裤子也行。这裤子也可以，对。嗯，你也没时间，还给我买个包，哎呀，这么好一个包！你这年龄哦，就要背这种有质感的，不能随便那样子的。这样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看我转过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真好！这样子看的。嗯，梁子今天还说呢，说今天母亲节，说给妈买几件衣服去，她也没时间出来。哎呦，我说你还可以吗你？天天给我吵架的电话里头。就是呀。看这件绿衣服也好看啊，也出来也好看。对，也怪亮的，人还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想趁这个机会呢，撮合一下孩子爸和我婆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前面不是因为这个事儿，他们在电话里吵起来了吗？正好今天母亲节啊，
给妈妈表达自己的爱的日子，这是，一定要去表示一下。刚才我婆婆试衣服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还挺合适，我婆婆也挺喜欢的，高兴的跟个小孩一样的。我觉得家和万事兴嘛，有矛盾是难免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解决矛盾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今天是母亲节，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